我跟你说，今天我说了算，我是小舅子，人家不敢捅我。正常你是炮子。各位朋友们，要吃李子的看过来哈，我没弄宜宾了，但是这个不能摘，我不晓得是不是陈大姐包的哈，不要给乱摘上的。啊，屋倒是租得出来了，先上去看一下都。你要干啥子？捅李子？我拍一下，硬是捅。走啊，大热乎的，弄屋再说嘛。哎。白辣椒，那个鸡啊，得教你啊！我就说那个鸡，你看长得长得像活眼鸡。活眼鸡，你走到哪里都想吃。有五秒，我那就可以安排上。妈们，别学你，现在取消了。啊。那男的些全部抓来坨大乌黑。不用管我，不用安排我，我自带帐篷，我睡楼底下，妈楼给都可以。不，你有那儿，我刚刚给你看过的。那鸡笼我旁边那儿闹翻是的。你让我给睡啊？有几个帐篷？两个。可以睡两个人，我睡地上的，我有两个帐篷。好，老板，我要睡个帐篷。好，那给老板睡啊。然后你两个硬气的睡帐篷，我老子一个人睡这儿。我在老子给你睡不行。要得，帐篷没得电的嘞，硬板板。我不喜欢在家里睡。这屋还是干干净净的了嘛。其实我们都是男的睡这儿，你可以打地铺啊，要打帐篷嘛，真的麻烦的。通铺噶。你那些睡床盖，那些睡地啊，热天又不影响的。就把帐篷带着就送，我说对呀、啊，免得蚊子，主要是蚊子。对，你睡普通笼子好蚊子哦。哪会睡普通笼嘛？你当真给睡普通笼？我喊你哦。你看嘛，女的就没有我们男的直爽。那女的不是，不是她不要过来，不要跟男朋友睡，跟我们睡。为什么跟男朋友睡噻？那我说的嘛，我也想的，我有什么事我说。不不，你是我的师傅是不是？真的不行嘛，我手一回操了，我手一回操，你手一回操没有？还可以吃梨子，逮到一个吃一个。要是你这朋友，把我快递来哦。